请教议员，如果未来柯主席请假上个月期限到，党内有何规划？会继续延长他的假，或是选代理党主席？何树华老师中央委员哦，我们在下个礼拜会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来提案，希望柯文哲哦这个请假的一个日期可以来延长无限期哦，因为啊在这一次的政治啊要人取供啊请假台湾人动不掉啦啊，可看见今天下午是一定是必压啦哦，因为我感觉讲两个月啊，你讲硬要搁要甲压，代表你揣无物件嘛，无你就甲起诉啊嘛，起诉再来咱再来努力看一审来判无罪嘛。但是你们还选择一直在侮辱，用这种政治的一个逼杀，啊，我们台湾民众党都没天意，那有可能？不要忘记了啦，哦，你们越这样，哦，我们会越坚强，哦，我相信中央委员会也会一致来通过啦，啊，如果真的，哦，会有人不同意的，哦，何树也会大胆说是谁不同意啦，哦，啊，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是团结的，哦，目前都是团结的，也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，请大家放心。